老头的角色跟佩佩猪好像姐妹哦，对，我捏的有点像她哎。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像那个，我比较像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？突然忘记了。在干嘛？巨人研究持续需要更多的研究对象，若在战斗中捕获巨人，要负责巨人研究的官交的官员交谈，就能将他交给其他交给研究所。当交给研究所，巨人会增加。研究所的巨人增加，就能获得兵团资金跟研究所的经验等级报酬。我的意思是讲说，就是多捕获巨人，然后之后可以累积这些研究所的等级，上升之后就可以增加对巨人战斗所有益的新物品。好，我们现在经验值，我们刚补了蛮多的，现在850，怎么没有升级啊？捕获巨人。苗条型是有没有这么的细啊？连这个东西都要开始收集啊？那个玩到吐啊！那骑行种在这里，好，研究等级一啊，感觉好像没有习得什么新能力的样子啊。我们终于可以出去了。太棒了！要睡了，晚安。你全破了，二代呢？这么多事情可以做，然后你居然全破了，怎么办到的？不眠不休吗？無茶ばかりして。正合我意。部下として。这人是谁啊？感觉好像路人甲。超级像路人甲的，然后开始战斗吧。纳巴拿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开始啊，根本就是大眼睛巨人。如果你可以超过巨人，你会觉得好吗？我没有想过这问题耶。当然是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了吧，对不对？哦，比如说叫巨人去盖房子啊，啊、哦，然后一些悲剧发生的时候，可以利用一些巨人去做些救援。君の噂は聞いてるよ。私はならば。一応爆発だけは踏んでるからな。啊，这是第二季的剧情，对不对？で、君の隣にいる。进入第二季了。米可，我们进入第二季了，太棒了。为什么要吻我？你是变态吗？讨厌。哼，阿小。気にしなくていいぞ。初対面の人の匂いを嗅いで鼻で笑うのはミケさんの癖なんだ。然后用鼻子嘲笑别人。教えておくと、ミケさんは嗅覚がすごくてな。你是狗。巨人が姿。しかも調査兵団の中では。リヴァイ兵長に次ぐ実力者なんだよ。实力可是仅次于李维班长。ちゃんと教えとかないと、ただの変人だと思われるよ。お前には兵站拠点の設置任務に加わ。兵站拠点というのはわかるが、敵外での作業にある。我们终于进入到第二季了，好爽。兵站配属前の新兵にやらせるような任務。没问题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但是就是没问题。大した度胸だな。播那么久母汤啊、哦！这个部分打完我就要休息了啦，我累了。確実に巨人。老头，你说我吗？什么东西？像你这种路人，最多活三集啊！第二章了。この町の中心部に兵站拠点を設営する。総員、準備作業に移れ。準備。お前は俺と来い。町の周囲に見張り用の拠点を築く。监视用的据点。像是这个，設営できる拠点の数には限りがある。無駄な設営は控える。いいな。爆炸据点、挖掘据点、手动据点，我喜欢这个。还订阅你啊、哦，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。谢谢你。大体の巨人の位置は鼻でわかる。倒したわよ。
这要射什么？他没有讲说要射什么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全部都射这个好了。既然没有要求，好，我们就自己来啦。好讨厌哦，我最讨厌就是玩到一半有救援，每天都救援任务就饱了哦。哎，加速不足，哪里够？啊，你总可以的吧？哇！妖修。结束。佩佩猪待会再来，我待会再过去哈，别紧张，佩佩猪。我有订阅哦，感谢感谢。最近很少看影片了，都看你我的影片了。哦，谢谢啊。エルビンほどには効かない。倒したわよ。感谢不嫌弃啊，虽然我都拍废片。哇，要救的人越来越多嘞！科科，我没有。有余。行走。那坐在那里干嘛？沉思吗？想起了过去吗？太早按了，他起来了。想起了故乡。見張り拠点の設営は失敗したか。皆、周囲の警戒を怠るな。余裕。有，这样我救到了吧？什么声音？哦，没有瓦斯罐了。响起了老头。哎呀，中间怎么多这么多巨人？好可怕哦！发现与巨人交战的佩佩猪，太多只了吧？哎，危险哦！唔通！完了，我都来不及啊！太多人要我救啦，他们都是废物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都要我救，气死了！太远了！哇，这个厉害！救命！救命！帮忙一下，快点！これで何度目になるんだろうな。帮忙一下，快点！これが最後の任務にならないよう最善を尽くすんだな。我来救你了。我那边米可被抓，救米可。
完全不够用哎、欸！干会死啊！这一关过不了了，我猜。为什么瓦斯量不足？快点救人！救欧鲁，救欧鲁！手が足りねえな。哦、等你来，我操！哎，这失败的意思吗？失败了。算了，直接砍了，浪费时间。又一个。マリア、これで増援を呼びに行けるぜ。请求南侧增援。拠点を作るなよ。救援要請を確認。私が向かいます。快点，这个也快不行了。先去洗澡，我差不多要结束了，这一轮打完差不多了。你搞不好洗完澡就打完了吧？好，这边救完了。哎，干！我だけじゃどうにもならない。倒したわよ。越砍越多。哎、欸，哇！哇！怎么都跟来了？呵呵，芭蕾舞华尔兹。安安你好，各位早，各位早。兵站拠点の設営が完了したようだな。撤下喽。撤退の準備にかかってくれ。これで任務は完了だね。お前、いい仕事ぶりだったぜ。救援任務终于全部结束了。太好了。失敗と同期だ。巨人が集まる前に。这样你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多数巨人又来了，这个哦，天哪！我每次看你的影片都很感动，安安，哎，你好。そこを守って、奴らを止めて。
救人喽！救援要塞卡，行走！哇，被看见了！哇塞！我靠，那个巨人，那个巨人的颜色怎么不太一样啊？迎撃用の拠点を設営しておきたいね。手を貸してくれないか。是什么意思？まずは狼烟。付近の巨人を討伐しておくぞ。救命！完了，没有补血了。早く退路を確保せねば。さらに巨人が集まり、兵站拠点が壊されてしまう。我觉得我要死了。倒したわよ。これすごいじゃないか。超级多！速度不足，我才被抓。我差一点。情况危急啊！哎，没塞。换刀片，换刀片。啊！救生啊！大型奇形种，剩下前面那两只啊！乖乖弄一下补给好了。お前か。まだ元気そうだな。完全讨伐。大丈夫。さ、行こう。我的平板有问题是吗？是过热，那没有电是不是？啊，看到这个我就好不爽了。麻烦的家伙出现了，弄一下炮台好了，拉他去炸一下。哦，兵长出现了，耶！李白，お前も言ってくれるか。啊，了解だ。ゲルガーさん、任せましたから。任せとけ。哇哦！危险，危险！哦，华尔兹。美丽的华尔兹，攻击攻击，趁现在，这可以捕捉吗？这种奇形种可不可以捕捉啊？
但是这个要砍掉四只呢，我来补看看好不好？我蛮好奇这个捕捉会怎样，但是需要一点时间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好耗我的，好耗我的这个能量哦。我觉得还没砍完，我的能量就用完了。真的觉得会能量用完。还是不要好了，我觉得不要，这太危险了，伤害不够。这个要耗好几个瓦斯罐跟刀片，嗯汤。买啦买啦。真的不太妥。还是说我们丢一下这个，丢一下就死掉了、哦。哎、欸，我们会不会让我们的兵长加入还可以、欸？哎，哇，都固定了、哦。好，剩一只。兵长帮忙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不是那个了吗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哎，他刚讲米卡莎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听到？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过了。我刚刚后来发现，其实丢火焰瓶好像也不错，哎，伤害蛮高的。捕捉这种可以用那种火焰瓶打断他的四肢，然后再捕捉嘛，好像可以。妙にざわついてるな。对啊，刚刚讲米卡莎、啊，可是那个人明明就不是米卡莎，太扯了吧？这是米卡莎有没有？捕获巨人被杀了。坏人是谁？你抓到？兵士の犯行か。しばらく立ち直るだろうな。不对啊，这也不是第二季的剧情啊，这是第一季的、啊。奇怪，怎么感觉时空有点错乱啊？算不管了。好，拿到二级的装备，上级配装书。耶！终于结束了。好，休息了，明天看有没有机会再播吧，好不好？明天再说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